是李军，他们想修复这尊机关人。这是上古机关术吗？说不定是出自鲁班大师之手。没路了，怎么办？要不咱们再绕绕看，避开他们。不，不能再避了。子胥，再避下去也许就无路可走了，不能总是避让。目标就在眼前，必须拼搏一把。Come on.